这是我首次参加草原狼的挑战赛。 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，在2024年我要带着我的团队再来参赛。今年呢，我的这个心愿实现了。今年呢，草原狼的挑战赛设置了儿童组的组别。今年我们还带了5位小朋友来参赛，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们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吧。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青少年们热爱体育，热爱运动啊，强壮身体。 我宣布，西乌鲁木沁起首届草原99号公路马拉松暨第8届草原王自行车赛开始。 我是李斯，来自湖南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草原王的赛事。那么今天的这个赛道也非常的有趣，我们在赛道上遇见了马、牛啊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。整个赛道的原始生态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起的比较累，但是风景非常的棒，所以整体的体验感还是比较棒的。如果明年西乌吉再办比赛的话，还是非常推荐来大家来体验一下的。 赛道满眼都是绿色，满眼都是骏马，蓝天白云，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草原和不一样的一个赛道。我们到38公里的时候，有一个缓大上坡，那段时间是感觉到很累，但是看着沿途的绿色和远处的白云，和即将到达的终点的时候，又感觉不累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是比较幸福的。希望下次还能够再来到我们的西乌旗参加我们这个草原马拉松。
2025年7月，草长莺飞之时，西乌珠穆沁旗，再会。